我最初对于改装车的知识结构建立源自台湾出版的各种改装车相关杂志，转眼十几年过来了，还是对于这里有着一份最初的期许。近些年总是听台湾朋友说这里经济形势大不如前，导致玩改装车的人越来越少，改装氛围也就随之变得萧条。而我打算从最基层的改装店开始了解当今台湾改装文化发展的现状，没想到来的第一家店正巧接到了某部电影道具车的制作订单，车多到我们看花了眼。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台北啊。这两天呢，其实我们一直是从台南、台中、台北、台中、台南、台中、台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在我后面呢，就是台北的标志性建筑物101大厦，而在我面前的呢，就是电影里面周杰伦驾驶的这台 RWB。 其实说实话呢，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呢，也大概做过周杰伦两个月左右的粉丝。这里呢有一个他的签名，据说这一个签名呢让这台车的整个的价值呢暴增，最后这台车呢也会当做电影的一个周边进行拍卖。卷毛大叔松井启，虽然外观看起来呢非常的脏啊，他都不怎么换衣服的，但是他做出来的每一台车堪称精品，每一个细节呢都让所有的这些钣金工人们汗颜哈，这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安的都是这么的整齐。但是呢，虽然都是 RWB， 都是中景启亲手制作的，可是每一台 RWB 的车呢都完全不同，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和属于自己独一的外观。现在我们看到它的座椅是 Recaro 最新款的赛用座椅，之前呢其实我垂涎这张座椅很久了。这台保时捷呢其实和普通的保时捷911不太一样的，当然哈，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细节都是经过了重新定制的，比如说这里的碳纤维材质，以及这里是不知道是马皮还是牛皮哈，但是摸起来手感非常的上乘，非常上乘的质感。我的天，我也希望我的车里所有的皮子都有这样的质感。下面的话呢是 Alcantara， 但是使用的也是蓝色，为了配合到上面的这个皮。我不知道跟周杰伦坐过同样一张赛车座椅算不算得上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竟然是一台自动挡的 RWB 保时捷的993。这个年代的保时捷的自动挡没有 PDK 哈，没有跑得快变速箱这样的配置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平时代步使用哈。比起刚才那台仅仅是在外观上有做 RWB 改装的这个993的话，那这一台就不一样了。这一台打开了这个发动机舱以后，你能看到金光闪闪，六喉直吸。那它使用的是这种机械式的节气门，然后用一根杆子把所有节气门串起来，然后拉线式的油门一拽呢，就所有的节气门就都会打开，这种机械式的六喉直吸。大家看头文字 D 的时候 A186 后期使用的呢也是这种四喉直吸哈，这种直吸呢其实动力会更强，进气会更顺畅，但是也有问题存在哈。我们看这个像麦克风一样的这个网网，这个其实就是它的空滤了。
那这样的空滤，拿屁股想一想也会知道过滤效果其实是很差的。我不知道咱们台湾的空气质量如何啊，如果这台车在我们那里开的话，估计5000公里发动机就要爆掉了。我觉得比起刚才那台看起来花里胡哨的门板，我更喜欢这样的东西，非常的纯粹。上面使用 Alcantara， 下面直接使用碳纤维门板。那在内装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也使用了更简单的全 Alcantara 包裹。即便看起来非常简单，其实这样更接近赛用化。包括我们看一下它的踏板，这可是真家伙的直立式的赛用踏板。那变速箱也使用了非常非常上道的手动波箱，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车偶尔要开一下下一下赛道的话，都是完全可以完美应对的。但是刚才那台自动挡的话看起来就悬了。这部车呢，就是昆凌所驾驶的这么一台座驾。从内饰上，我刚才看了一眼，应该是一台2015款的丰田86。那经常看节目的人都知道，我也同样有一台86。那这台86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呢，这台86它用的是一个正品的 Rocky Bunny 3.5代的这么一个宽体啊。这样一套包围，其实在咱们大陆地区的售价呢，不算安装的情况下，大概要7万多块人民币。啊，轮毂方面嘛，这台车的轮毂啊，用的是一个带抛边的 TE37。这款 TE37的型号呢，其实是叫 TE37的 Mark II 2代版本啊。刹车用的是一个 OCON98 的一个来自英国的这么一个品牌的一个4活塞的刹车。那其实大家看这台车外观，可能说啊，怎么这台车看起来不太整，缝隙很大？那其实作为一台道具车，那么它肯定在拍摄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战损嘛，所以呢，它的外观可能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完整。但是重要的点来了，它是一部昆凌开过的86。坐进这部车呢，确实费了一番周折啊。当然，我的这个体型可能照昆凌比起来，确实是肥胖了一些啊。我现在的坐姿呢，是我的整个臀部并没有坐到底，然后被卡在了两个座椅的帮上。那不知道如果昆凌知道了我这么虐待他的座椅，他心里会想些什么？那说一下内装部分啊，内装部分啊，你看正统的赛车配置啊，门板该拆都拆了，然后不可以升降，但是做了一个小窗的亚克力玻璃啊，为了极致的透清。这个快拆式的全龙防滚架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大家看到这会儿一定会以为这是一台序列式的波箱，但其实并不然，它的亮点在这里。对，对，它是一部 AT 的86。哇。这一部就是本田的神车 S2000。这部车呢，采用了一个 Amuse 的宽体 ，Race 的那么一个 T37 Saga 的一个轮毂。刹车呢是咱们在国内一些的入门级赛车上也比较常见的，它是一款来自英国 AP 的9440。这台车和刚才这台86所用的这些改装配件呢，其实在咱们平时的改装车的过程中呢，也是会经常用到的。那接下来咱们看看里面吧。那其实这台车呢，作为道具车辆呢，它应该是配置最高的一台。那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它的仪表采用了一个 Motec 的一个替代仪表，而且呢，刚刚当我手摸到挡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那它呢，是一个序列式的波箱。赛车的朋友们呢，对于汽车赛事有一定了解的朋友，看到这台车的板花一定会想到，哦，这台车的板花呢，其实是马自达车队在参加勒芒赛事的时候，它的 787B 赛车上的这么一款涂装啊。其中3台赛车呢，全部进入前10，
拿到冠军的呢，就是当年的55号啊，这里减去了一个五。还来不及深度交流，我们就匆匆赶往下一家改装店。之所以那么着急，是因为听说这家改装店里专注超大马力改装。路上我还一直在想，万一他们指的超大马力也就500-600匹，我该怎么避免尴尬呢？结果到了地方，我才发现我想多了。时间挺晚的了，是夜里10点多，将近11点。为什么这里灯火通明呢？因为这是台湾一家非常有意思的改装店。它怎么有意思呢？其实你看，车都是一些跑车嘛，像 GTR 楼啊、M3、保时捷957的 Turbo、R8，但这并不是一家普通的超跑修理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的每台车800匹马力起跳。那台 GTR 有轮上1200匹的轮输出，那台野马有一个比我的头还大的一个机械增压器。我可能不太知道其他的改装店，就目前以我在台湾待的这些天，那这家改装店的车应该是马力最大的。咱们一起看看吧。瞎拍，重点并不是一台 V10 的 R8，那重点其实在这里啊。那 V10 5.2双涡轮增压，虽然我看不到它的涡轮型号，它的进气格口径大概有一哈这么大，总之应该是1000匹起跳的一台 R8。这台 M3 应该也是带涡轮的 ，Olins 的避震，出了一个 wastegate 出来的，直接喷在地上嘛。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排压阀，就是从这边左面一根，右面一根，没有接回去，没有接回去。那这台 M3 大概会有多少匹马力？可能一开始目标大概会在700-800。700-800。没有强化哦，没有强化的情况下700-800，中文很棒。我来台湾很久。哦，这样。哦，这台 M3 也有改。这是大概快800轮嘛。800的轮上马力吗？对。这是什么激增吗？对，那重点是在于叶片。哦。那它的这个叶片是可以对到大概1000轮马的叶片，而且它换。的活塞油把压缩比降低，是为了打更高压力哦。这样，就是换了强化的低压缩比的活塞，为了更大的这个涡轮压力啊。要听声音吗？那当然要听一下。哇！鬼叫！所以就是旁边的店家什么的不会经常抱怨你吗？会啊。我吃过呀，秦呀、皮子都吃了。那所以你，哎，你喝酒吗？啊？你喝酒吗？喝呀。干嘛？啊？喂！
这个东西，有钱喝威士忌，没钱喝威士忌。你就把一口干掉吧，干了来。哎，你就是一个男人，这通常就是连喝两杯。1200匹的轮上马力的 GTR， 这将成为直播史上马力最大的一次直播。没错，没有，我们这算小的了。算小的吗？对啊，不会。那是在你这里算小的吧？还是说在国际上？在全世界，在全世界来说算小的。对啊，你说这话感觉说的好像就是很惭愧。对，我非常惭愧。1200匹的 GTR 踩一脚会是什么感觉？哦，突然减速很多。我怎么知道你给我喝的那个鬼东西？我的天！一般吐车上是赔多少钱的？有话不用了 ，OK 了。真的假的？那如果尿在车上呢？要拉屎啊！说我非常喜欢野马 GT 的5.0的版本啊，我头也很大，它的机械增压器比我头还大。我一会儿去问问老板这台车可以开多快，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形容。但是我只想说这东西太酷太棒了。这两家改装店里面很多车都在用一个之前我从英国朋友那里听说来的高端排气品牌 FI Exhaust。之前我只知道这个牌子的排气是 LB 宽体官方的合作排气品牌，去年在东京改装展上也看到所有的 LB 展车都在用这个牌子的排气，但经过打听后，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品牌的生产工厂就在台湾，而且离我们还不远。而后我试着与这个品牌联系，并传达了想要探访拍摄的诉求，没想到与我对接的工作人员竟然看过我的节目，于是我们就临时更改了行程，目标 FI Exhaust 生产工厂。你有没有试过只依靠耳朵来分辨不同的车型，不同的气缸数，不同材质与设计，不同的点火顺序等等，造就了它们完全不同的性格。我们来玩个小游戏，试试看你能不能只通过声浪说出下面三款车的型号。不管你是否能答对，你都能够感觉到这些车型迥异的风格，而就像是同管乐器一样，所有的声浪
都需要集由一根金属管路传播到我们的耳中，所以排气管就成了左右音质的最后一道关。在成百上千的排气品牌当中，火遍欧美的 FR Exhaust 一直给我一种孤高神秘的印象。而究竟 FI 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在近几年满足了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口味刁钻的超跑车主，我迫不及待地走进了这家殿堂级的制毒工厂。你们这个工厂的话，应该经常有人来参观吧？参观的人很多，可是媒体是第一次，让你来 FI 拍。那我是第一个媒体啊，同行肯定不会让来参观，对吧？我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让他来参观的。哎，对，就是要听这样的话。所以会不会有一些保密的东西？当然有啊，我们要打马赛克。哦，这样。我最喜欢看带马赛克的片子。对。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管材，比如说来了以后就会堆放在这里，对吧？这些管子接下来下一步将会是什么步骤嘞？先把它裁切。裁切，切成一段一段。对对对对，切成小体积的样子，然后根据不同的车款，然后组装成它要的排气管的管径的长短。哦，这样。嗯。我就先裁切。对。我们走，那我们去干。刚才的裁切呢，这些被裁切过的管子就被送到这个全自动的弯管机这里进行弯管，这样超级自动化的这种弯管机可以把一根管子从头弯到尾。这个切割的这个切割面都是亮的哦，这样的话两个管子铆在一起是完完全全严丝合缝的，对，100%。然后再进行焊接的话，基本上在这中间产生的那些东西就很少了。更重要的点在于说，首先你通过这样的切割焊接，然后再拼在一起焊接出来的产品的品质会比较稳定，这个是其一，细节是完全不一样的。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完全对齐了的话，你再去焊的时候，它里面内径会更容易做到光滑。就是说，在焊接前的最后一步，就是在这边进行，对，打磨、合位、抛光，对，然后抛光也在这边做，抛光在后面，他们在准备这些合位，明白了。抛多久才能抛出来这种像镜面一样的效果？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尾口，我感觉啊，擦一擦当镜子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哦，就完全可以当镜子用。外面要抛，然后这边要抛。就是说每一个部分都要抛两三次。我看刚才那边是用粗的砂纸抛，然后一点一点变细，对吧？最后就是说用很细的砂纸来抛，抛出这样的效果。不是只有尾嘴这样抛，我们全段排气。通过了长时间的开发与论证，得出的管路设计尽可能的减少焊接接口，进而达到减少排气阻力的效果。所有需要焊接的接口也都使用人工屋脊氩弧焊，焊点依次整齐堆叠，以其形状则名鱼鳞焊。这种鱼鳞焊在最大限度保证强度的同时，尽可能的追求极致的工业美感。但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焊点的排布规律，每个师傅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与实践，才能焊出来一条整齐坚固的鱼鳞。
所以这套扫描的设备的话，就是扫描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这个数据扫？我们在做逆向工程，那因为这个排气的位置用 3D 逆向去做，它会比较精准。那这套系统就是我们会拿原厂件来先做这个扫描，我们取它的资料，然后再另外做成档案图档建图，再去生产这个排气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为了确定它和汽车之间连接脚位啊，包括尺寸啊这些数据吗？对，这是最标准的汽车。所以说，就是每一条排气的话来了以后，其实都要进行逆向的一个研发，对，然后来确保安装的这个准确性。是啊，会比较精密，比较合位是吧？对对，主要还是精密度。明白。要是我有这么一台机器的话，扫个脸。对，我可能天天都会拿它扫一些奇怪的地方、奇怪的东西什么的。这趟没白来，呼应上了，呼应上了。安静吧，其实阀门关着的时候确实还挺安静。这是开，我怎么这么推？可以的。这个按键是什么？看起来挺酷。自动，高转自动开，低转关。现在是自动模式，就是等转速一上来了以后，就会很亢奋了。这是迈凯伦的 MP4-12C， 就是迈凯伦的最入门型号，但是刚才我坐的时候我感觉超级推。是很简单一个开关功能，那在我们的概念，我们有了这个开关功能，所以我们把两套不同属性的排气结合在一条排气里面，那我们在有效的空间把两个完全相反性质结合在一起之后，利用这个阀门去做切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明白，也就是说阀门的话，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去改变特性的作用。是因为对市面上来讲，据我了解，所有的品牌的排气，他们的阀门就是为了控制大声与小声。因纽跟马力的话，在我们市面上任何一条排气，它是没有办法共存的。通常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环境改大，那它马力会提升，但是一定丧失扭力。
那你今天把管径改小，你去调配之后，扭力会增加，所以你会失去扭力。对，那我们利用这个东西的属性去做阀门切换之后，那配上我们的系统，我们系统像大家都知道，现在车大部分90%都是涡轮增压。那我们系统里面有多加了一个是涡轮增压功能。那这个涡轮尚未开启，你可以用这个利用这个系统去做。涡轮尚未开启的时候，它是属于扭力比较高的方式的回路在跑。那涡轮增压一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需要扭力了，因为涡轮已经开始增压了，不需要这么多。那它同时会把阀门做一个切换，把你切换到这个适用于高马力的输出，所以它可以同时兼顾到。也就是说，阀门就是可以跟着涡轮的介入随动。对，而且这个介入你也可以自己用涡轮系统去作为设定。你可能是0.1个巴想开，0.2个巴想开，你可以配合这个测试的数据，每一台车它每一个使用者改装的幅度不同，所以你每个使用者每一台车去设定，你可能要自己去微调，那这也是一种改车的乐趣。你可以每天去试一个，你跑这个04或100、200或0100都可以，你去调出对你车最佳的一个数据出来。我相信这是其他排气品牌没有做到的。因为这些是你的新产品是吧？对，这是我们新产品。就这些东西我之前我是没有见过的，我之前看到的时候就是像各种异形的尾口。是啊，我觉得你们就在尾口的形状上，你们简直太有想象力了。今天收到这排气，打开箱子你会见到这条排气，下次你能见到的只剩这个尾口而已，就是你天天见到的是这个尾口。对对，所以我必须下足功夫让你感受到每天可以见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尾口这个要控制。明白。因为之前我看到的尾口，我感觉你们家应该没有同样款式的任何一款尾口，我感觉你们家尾口全都是不太一样，每款车的尾口都不太一样，都独立设计这个尾口。对，而且看起来都很有想象力。 G 系列的那个看起来简直 G 系列也是很特别的，就太特别了吧，有点。 Cause baby with you I can tell that I'm losing my mind。会不会上 YouTube 上面看一些美食啊，或者说美女啊也行啊，就都开溜溜车啊，别这个，别闹了，就是。出来了一个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决定，我决定不跟周杰伦使用同款，我用 Brad 好了。兄弟，我他妈贼鸡巴慌。这门开关在哪？摁前面那塑料，然后搂那点。对，摁那塑料，然后搂那点。对，然后一推就住了。说白了，他没这命令。生下来就有了，有就有了，没有反正费点劲。You're my love drug